胡一天又与沈月在剧中是一对青梅竹马。Choco TV 提供记者冯毅宁台北报道。Choco TV 独家跟播剧之《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意外爆红，竟然创下数亿观看数，也顺势捧红新一代男演员胡一天与女主角沈月。在这部戏里，胡一天跟沈月两人放闪，从头到尾都不断放射粉红泡泡跟甜蜜闪光。虽然两人慢热，但最后却是靠着互动表情贴图以及分享零食交流感情。胡一天又与沈月在戏外其实很慢熟。Choco TV 提供胡一天对沈月的第一印象就是美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沈月也只好回敬，认为胡一天很帅。沈月说记得自己去试戏那天，为了壮胆，一口气喝了半杯红酒，没想到脸红得跟瞎子一样，连经纪人看了都吓爆，不断碎念完了完了。虽然顶着一张大红脸，不过这半杯红酒还是发挥了效用，他自在地表现出自己。后来得知自己试镜通过，抱着手机尖叫了三分钟。胡一天左与沈月在互赞对方是帅哥美女。 Choco TV 提供之我们单纯的小美好，男女主角是青梅竹马，而后恋爱结婚，可以说甜蜜到底。戏外两人都很慢热，常在现场各自发呆，身边的人为了让他们快点熟起来，还强迫他们一起做很多事。之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改编自网络人气作家赵钱钱同名小说，本人担任该剧编剧及改写。该剧预计11月23日上架，每周四、五晚间9点跟播。